是韩乔生，陈妮，李春波，李林，李伟健。最美的时光是回家吃饭，在父母身边的朋友呢，平时要记得回家吃饭，忙活完手头的事儿，赶快回家吃饭，感觉就是好。哎，这谁贴什么呀？来了！哎，丁叔叔吗？你怎么这么早到啊？这真漂亮，我等你半天了。是吧？啊、您还给我们家带礼物啊？那是毛里求斯的渡渡鸟。渡渡鸟啊，这是我从马来西亚带来的咖啡，送给你的。也知道我们需要提提神儿啊。好，后面那都是哪些国家的？哎，有希腊的，有毛里求斯的，还有马来西亚的。你应该去过很多国家吧？不是特别多，跟我原来的理想还有一点差距。我现在60岁，刚退休啊。哎，我有个自己的理念，60岁刚开始走一路品美食。您呢，退休之后也专门就是边旅游边品美食了。我替你接下来这位大厨竞争对手有点担心。那个姚大厨来了。你这位对手强了，是一个职业的旅行家，肯定品尝了很多的异域的风味，是吧？所以今天有可能会做这样的在国内吃不到的美食。对对对。你平时爱旅游吗？我非常喜欢旅游，只要我一有时间就会带上我的家人一起去旅游。西班牙啊，这些泰国啊，韩国啊，都去过。专业厨师也是一个爱旅游、爱美食的人，是吧？那接下来，要不您先来？可以。您今天给我们准备带个什么菜？我上了马来西亚沙巴岛。这个沙巴岛啊，别人去啊，一下飞机啊，先找旅店啊，找宾馆啊，我呀、先得让出租司机给我带一个餐厅，有特色的餐厅。我得先把肚子装饱了，哎，然后再说别的。肚子不装饱，今天绝对不安家。哎，我们上马来西亚一去，有一个特别好的菜，叫奶油老虎虾。我给你先形容形容这虾。没听过啊？这个虾呀、是奶油做的。搁到我嘴里之后啊，就跟吃奶油蛋糕一样。可是嘴里的那个虾那个脆劲啊，特别绵软，特别好吃。你看我现在就咽口水了。对对对，今天啊，我给你做了，你尝尝。这特级厨师在这儿呢，也给咱们评判评判。行，好的。做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主材就是虾。副料呢，有咖喱叶。有咖喱。有水淀粉。有奶酪。这个两碗我得特殊介绍。一个是奶油。就是牛奶。一个是椰浆。反正我现在口水已经流下来了，是吧？反正我们今天就是不用出国门，我们就坐在这儿，品美食，然后让美食带我们去旅行。咱们把虾呢先过一下油，让虾呢更酥脆一点。我们的节目用油是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倒多少您看哈？哎，好，倒的多一点。多。哎，把这多倒进去都没关系。这油好啊。够吗？可以了。可以了哈。好，开火。这个虾不用提前给它清理一下吗？这个虾啊，是我在家清理好的。挑虾呢，一定要皮啊特别光亮的，你看多新鲜啊，是吧？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把虾线挑走，有这虾线，第一不卫生，第二呢影响口感。现在呢，咱们这个虾呢，咱们就下锅。这油还没翻起来呢。咱们现在这个油啊特别好。不用烧的那冒烟了，说那一把那个杂质烧一烧啊，其实不用，不能太热了。可以少下一点。那个。我们注意安全，我替您挡着，看得见吗？没事，我怕崩到您脸。有特级大师在旁边，我就心啊更踏实了。我们两个人为您保驾。保驾。旅游呢，就两大乐趣：第一呢，欣赏美丽的风光；第二呢，品尝当地的美食。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出去之后，把这个美食呢，学到手，带回家，一辈子受用啊。您现在旅游是一个人出去旅游啊？我呢也想像姚大厨似的，一家人出去。可是呢，孩子们啊，时间凑不到一起。可是我一个人呢，有一个人的好处，一个背包，一张机票，想上哪儿去哪儿。作为我来讲呢，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个愿望，想啊，周游世界。哎，可是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个理想。哎，退了休了，有时间了。哎，成功了，咱们把这理想实现了。60岁嘛，刚开始。哎，品美食走一路多好啊！虾完全成熟的话，它上面会浮起来。我把这个先拿旁边的啊。我突然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您外语特别好吧？还不会。您说您不会说英文，您就走遍天下，那您怎么跟人沟通啊？
你像一般咱们老年人出去啊，首先呢先近点的，对，咱们上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上这个东南亚国家那儿的华侨特别多，都说华语，特别方便，这是黄油要下锅，那有没有那种点了一个食人当地特爱吃，但咱点上来之后生的什么咱不爱吃？那就看你的水平了。这个老北京有句话，傻子过年看街坊了，人家点什么，再一个自己也得做个功课。上上网啊，那有什么美食啊，网上都有。我觉得您比我聪明。现在黄油化开了。化开了。好，咱们现在搁什么呢？这是什么？咖喱，这是东南亚特有的调味品。然后里头呢，咱们搁几个红辣椒。红辣椒。咱们还得搁点咖喱粉，把它啊煎一煎。现在呢，咱们倒什么？全脂牛奶。全脂的。这是椰浆。现在呢，咱们把那个大虾来拿过来。这就可往里面要搁了。等一会儿，我呢先把它后背呢破一下。好入味儿。也好看。咱们现在把虾下进去，我帮您稍微呢小火温一会儿。话说回来了，作为老年人来讲，身体只要允许，上那个力所能及的地儿，旅游品美食，你看这是多漂亮。对，关键是心情好了，咱们还学了一些美食带回来跟家人分享。你每次做完菜之后，你期待家人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只要我做的饭他们就觉得特别好吃，真是把这一道美味请回家之后一辈子受用，是吧？什么时候想做什么时候吃。咱人出不去，咱让这个美食带咱去旅行旅行啊。咱们这一站到了马来西亚的沙巴岛，品尝品尝沙巴岛的美食。这您这是点什么呢？点一点芡，那汤汁再更稠一点啊，把它正挂在这个虾上。我在那儿不怕你笑话，等吃完这虾这汤啊我都给喝了。在快出锅的时候搁咱们奶酪马苏里拉，现在可以关火了。好，关火。咱们出盘，您觉得哪个盘好看？红的。红的是吧？行。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您回家吃饭，同时呢，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知道这一道来自东南亚的奶油老虎虾是怎么做出来的了，好吧？我觉得这道菜肯定能喊家人都回家吃饭，来吧。吃虾吃海鲜最佳绝配是白葡萄酒，那才是高大上。我准备了。好，来吧，我们赶紧尝尝这虾。您刚说要先尝一口汤是吧？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沙巴岛的，你绝对没吃过这汤。还真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啊，我能理解您说为什么锅里的那些汤都得喝掉。对呀。哇，怎么样？虾肉特别的紧致，入味儿。而且我吃上去啊，它的口感啊层次啊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做得很成功。谢谢。您压力大了。是啊。接下来做什么菜呀？西餐的三大名菜之一，它跟法国牛和意大利面齐名的。叫什么？西班牙海鲜饭。哇，这是一个海鲜大拼盘啊。咱们这个拼盘里面呢有鱿鱼、鲷鱼、扇贝、甜虾，还有它的主角海虹。
海虹。其实海虹呢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食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挑它新不新鲜。如果说你像它鲜活的时候，咱们想硬的掰开它，它自己有一个张力在里面，它会紧缩。那么另外一个在熟处理的时候呢，我们用白葡萄酒去除它腥味的时候一煮，它自然张开的时候，那肯定是鲜活的。这西班牙这个海鲜饭啊，在北京也常能吃到，但是怎么做我从来没见过。其实这挺简单的，一个呢，我们所用的原材料呢，肯定是一份西班牙大米。哎，这米跟咱们平常大米不一样啊。对，这米怎么长得跟麦子一样？它有一个特点，你看啊，它的表面啊，它有一个很好一个淀粉，而且它的米呢非常容易吸水，然后它吸水的同时呢，韧性非常好。不是像我们的大米一样，哎，是不是软软的、糯糯的？然后呢，你一搓能摸出它好像外面有一层那淀粉一样的感觉。对啊，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那么咱们先把那个鲷鱼呢，这个先切成条。没刺儿哈？对，这个没刺。你看它这个背部这块中有点红，然后那个肉色渐变色的，特别漂亮，是吧？是的。拿个盘子。应该没去过西班牙吧？没有，没去过。今天咱们尝一尝这个西班牙菜，咱们到时候您去西班牙再尝一尝，比对比对啊。闻着味儿就去了。咱们待会儿闭上眼，西班牙在哪儿？西班牙就在我们回家吃饭的眼光里。鱿鱼咱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切成圆圈。切圆圈。对。扇贝放一点。这些海鲜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那咱们烧锅水。其实我认识的很多的大厨啊，他们在工作当中要做好多的菜。但是他们一旦回家就坚决不下厨。你平时回家做饭吗？只要我女儿或者我的妻子她提任何要求，都会给她满足。为什么我是有这么一个动力呢？因为我女儿和我妻子给我来一句，外面饭馆里的菜没有你做的好吃，咱们还是经常回家吃饭吧。一家人其乐融融。你像我们家也是，只要他们回来我就给他们露两手，跟一家人坐一块儿，嘿，那个天伦之乐。这就是回家吃饭的意义嘛，是吧？我吃的不是饭，我吃的是亲情。来，葡萄酒去腥就行了。去腥。你看这个海虹，它张开以后马上就要出锅。下一步呢，咱们就是炒米，添点蒜。今天我们用的是橄榄油。对。这个米不用提前刨一下吗？不用，直接往里面搁。对，炒米的时候，你看啊，这个米啊，表面一点点会透明起来。对对对对。好，咱们再切一点洋葱末。咱们把洋葱的香味呢给炒出来。好，咱们今天做海鲜饭呢，最主要的还要放一点高汤。高汤呢是用鱼骨头和一些海鲜烩的。废物利用。对。这一熬不成粥了吗？它吸水性非常好，所以说待会儿它完全可以把它吸干。咱们下面就加入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藏红花。藏红花，我们今天不是西班牙海鲜烩饭，藏红花这是国内的吗？对呀、大家可能都误解掉了，咱们真正的藏红花呢，原先最早从希腊这些地方进过来的，《本草纲目》也有记载。那么最早呢是从印度进入到西藏，然后再从西藏进入到那个内地，大家都以为是西藏的特产，所以说把它称名为藏红花。所以说这个原产地是真的是很西班牙和一些希腊一些地方的。咱们市面上也有真和假的，你用一杯开水，藏红花放进去，它呈现的是橙黄色，而不是红色的，红色一般都是蓝色的。你说这么麻烦又容易，就是说买不到真的哈、那我就不用它了呗。它这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一个米饭的颜色，包括一个香味都要靠它。好，那么我们这里呢还要来一点点葡萄酒，因为着重的是要把那个它的颜色煮出来。好嘞，把这个藏红花搁在酒上。哇，哎，这个颜色一下出来，对，而且它真的是就是这种橙黄色，橙黄色，对，琥珀色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藏红花放进去，就感觉是就跟您刚搁了咖喱一样，立马变特黄，这个颜色，米饭的一个颜色呢就马上就出来了。稍微放一点点甜椒粉，盖上，我们给它盖上啊。那么十五分钟之后见。对，咱们最后还要放一个鸡脯肉，这是从我们冰箱找的吧？双味的冷鲜肉，对，待会我们也做个处理。好，先把鸡脯肉放进去。哇，哎，这个米粒越来越大了。对，而且您看它的颜色啊，特别漂亮。咱们再放点盐，放的不多是吧？不算太多，因为海鲜里面本身也有咸味。对。
咱们来点鸡精，一勺鸡精，一勺就够了。好，咱们把海鲜放进去，还有海虹。其实这种食材，超市啊，是吧？不难买。我是觉得姚大厨估计他们俩饭很大，你看他这锅都快装不下了。放点青菜。我有一个别名叫做饭扫光。那咱们再放点黑胡椒粒，咱们再放点芝士粉。好，准备装盘。咱们最后放上百里香。哦，这个热饭一下把百里香那香味就冲上来了。泰特勒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您回家吃饭，同时呢，泰特勒调味品和双汇集团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知道咱们回家吃饭就能吃到旅游当中才能吃到的西班牙海鲜烩饭的味道了。那咱们来吧，咱们来尝一下，这一尝一下。这道菜啊，又有饭又有菜，味道特别鲜美。好，它有夹生的口感，对我而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那个嚼起来有嚼头嘛。对，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吃不惯这种感觉，好像没熟，可以换成家里的那种大米。家里面如果说你要用自己的大米做呢，最好这个米是先用水浸泡过，这样呢更加容易成熟，而且加汤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哎呀呀，不敢当不敢当，世界冠军怎么可以刷碗呢？我们一定要把葵花宝典放在这儿，对着全国人民做菜，太紧张。那我现在照着这个念，你帮我准备一下好吗？你是这么用心的在生活的一个人啊。白糖四勺，料酒四勺，圆葱切半只。哎呦，我没拿勺给你量。醪糟以及汤几勺呢？三勺吧。好，我得赶紧记一下。这些细节，这种责任感，难怪能拿世界冠军。手劲大吧。好多男的扳手腕子都扳不过我，是吧？我做饭这点特别不好，就是我老把这个上头弄得特别脏。我用你家的锅行吗？行啊，那得洗。我用你家的锅不洗啊，我最不爱洗锅了。姜片儿。哎呦，是我们不对，没把姜给备上，忘了放盐了。我是韩乔生，陈妮，李春波，李林，李伟健。最美的时光是回家吃饭。在父母身边的朋友呢，平时要记得回家吃饭，忙活完手头的事儿，赶快回家吃饭，感觉就是好。咱们这碗吃完了，嗯，我们有饕餮团等着给二位投票。